遍满虚空无量无边的，乃至呢为快速的成就极致一切种智。这里的一切种智就是指佛陀的智慧。接下来看67页，请看心五加正修六度，刚才是讲兼行六度，现在是正修六度，所以分二，人一标了一下。若有人读诵受持是经，也为别人演说，自己书写法宝，也劝别人流通法宝，甚至能够发心且一起造塔造出家的僧房，赞叹僧众，也以百千万亿的赞叹之法赞叹菩萨的功德，那这个人的功德就更大了。所以很多出家法师的修的功德为在家居士大，为什么？因为呢他正行六度波罗蜜。接下来再看，又为他人种种因缘随意解说此法华经，所以你可以印法华经，流通讲法华经的 DVD， 或流通呢唱诵法华经的 DVD。 要为众生讲经说法，你必须要具足很多的条件，你需即使要修学，你也要修持，你要去了解教义，这样子你才能够为别人讲说妙法莲华经。当然狭义的说，讲妙法莲华经是像法师一样坐在法座上讲，但是各位广义的说，你流通法华经的经文，印法华经，然后呢流通法华经的多媒体动画 DVD 3D 动画，或者呢流通各式各样弘扬法华经的感应录，这些都属于在弘扬佛法。当你多生多劫这样累积累积累积到有一世的时候，无论你在家出家的时候，你就会为你有缘的眷属生作和讲妙法莲华经，所以不要急，慢慢来。接下来再看经文，不能清净持戒，自己心要柔和，与大家共住，忍辱无嗔。所以我讲经第一天讲法华经修什么，修忍辱柔和是妙方，志念坚固，常跪坐禅。请把常跪坐禅画起来，诵完法华经以后应该静坐一下。现在我们很多法华经的法会或是很多半禅的法会都很好，但是师父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应该呢办完禅以后大家静坐10分钟或到15分钟，把心静一下，这样的功德力会更为圆满。就像你烧开水，当它烧完的时候，火关掉的时候，瓦斯还在的时候，那个烧开水的这个器具啊还是有温度的，让它保温一下，那力量会更强。而不要说呢，送完经以后一回向，大家就处理呱啦呱啦呱啦又开始讲是非了。你好不容易你还一天保持清净心，那你为什么一下子心又变成这么散乱呢？所以常跪坐禅在法华经里面的经文里面也有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坐禅的人会得到诸得诸身定，你的定力深，你就更为勇猛精进，摄诸善法，在定中就升起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有些人智慧非常的高，可以善答各种问答以及各种外道的挑战。所以读法华经的人读完以后，是不是应该静坐，静建议你静坐10分钟到15分钟会更好。好，最后我还有一段经文就讲完了，请看67页第20行，格量功德，阿逸多，若我灭度之后，诸善男子善女人有受持读诵是妙法莲华经，富有我上面所说无量无边的善根福德因缘功德，当知世人将来已经靠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场，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经不远，有一天他也会像一切诸佛一样坐在菩提树下而快速成佛。阿逸陀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当你坐着或立着，
若在经行处，假如这个地方有人诵妙法莲华经的话，这个地方当下就是净土，应该起恭敬的宝塔，一切天人跟阿修罗都应该供养这个地方，就像佛之宝塔一样，无二无别。所以你就知道供法华经的大殿呢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，你家里也可以供妙法莲华经。好，长行文就讲到这里，接下来翻68页一直到70页，这是寄诵，我就全部讲完了。接下来啊，因为我在讲座里面可能我编的比较多的主题哈，我还有给我半个小时，我可以把它讲完，请专心听。接下来我还要讲两个主题，第一个，佛灭度以后你怎么选善知识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佛在库须那伽瓦入灭以后，你怎么选择现在的这善知识是真的或假的呢？我下午说过，在末法时代，对不对？其实障碍是很多。佛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曾经对他说过，我要破坏我的佛法，佛说我的法是不生不灭的，十方诸佛的大悲愿心加持，我的正法是不生不灭的。魔王就跟他说，没错，释迦牟尼佛，你现在在，你的功德力很大，圣弟子都精进的修行，没关系，等到你入灭以后，末法时代，我就会叫我的魔子魔孙出家，穿你的衣却不行如来的道。这时候佛就流眼泪了。这个故事是佛亲自说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末法时代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好的出家人，但是也有不太如法的出家人。我知道在家很多弟子里面，常常面对这个问题，也不敢问。你问了呢，你会说我毁谤三宝啊；不问呢，心中有很多疑惑。我现在就讲给你听。答案是你要学佛法，用法去判断。在经文里面讲一指善知识，举刚刚到这边往上面拉，在金刚阵里没有上师你是不会开悟的。金刚阵不是像我们这样拿着把自己读金刚经你就会开悟的，要老师教的。当然大乘有大乘的体系，金刚阵有金刚阵的体系。我不是仁波切，我是法师，所以我不用坐在那边跟你口传念一遍妙法莲华经在修。为什么？当你看到妙法莲华经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跟法华会上佛菩萨加持你，否则你看不到是法华经的经文。所以你只要真心的，你就会得到佛自己的传承跟加持。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是没有上师你是不会开悟的，上师是一切成佛的根本，这是大乘跟金刚乘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学金刚乘也要学大乘的经论，所以你最难的是你不学佛法，你没办法判断善知识。以伟大的宗喀巴大师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来讲，善知识有它的标准，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做法师的，也不是随随便便呢就可以度众生的。佛陀里面告诉我们，四弘誓愿我们要广度众生，对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可是要度别人之前，你先要度自己啊！你没有戒定慧的功德，你怎么度别人呢？所以清净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。答案你要先学佛法，所以在经论里面要讲清净善知识很重要。阿含经里面也说，清净善事。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可见在阿含经里面，南传佛教你也要清净善知识。所以什么是善知识呢？有很多定义，专心听。善知识不是 DVD， 也不是电脑，也不是经本。善知识你要去清净善知识，英文讲 face to face by your consciousness，你在他跟前真正用心听受到他的教导。那现在因为要帮助社会的众生，所以我们全程录影 DVD， 对，在大乘佛法在南传佛教是可以，可是在金刚乘你看 DVD 是不会开悟的，因为 DVD 没有 consciousness， 这样听懂吗？
所以当你问什么是善知识的时候，它有不同的定义，答案你要找到有解行相应的好老师，待会会经问给你看。在《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，佛说什么是善知识，你可以写下来。第一个，诸佛菩萨阿罗汉是善知识；第二个，六度波罗蜜是你的善知识，这两条是真正的善知识。就说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心值得你去学习，这是善知识。佛所讲经的教法，你跟着去做，就算你读《达摩帕达法句经》，你很认真的读，静坐思维，这个就是善知识。可是问题是，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解。《华严经》讲，佛法非常的深奥，没有人解释啊，你没有办法了解语言以后的这个意思。我们讲 the meaning beyond the word， 对不对？我是很真诚分享，师父没有炫耀的心。我能坐在宝座上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老师教，我在大乘也有老师教，我在金刚乘也有老师教，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讲的是对跟不对呢？不然你们这么多的问题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回答呢？所以你要亲近善知识，所以善知识不是 computer。善知识不是 website， 善知识也不是 DVD， 善知识要有解行相应真正实修的善知识。好，先看我今天以伟大的冈波巴导师，因为我自己也有白照的传承，马尔巴、密勒日巴、冈波巴啊，密勒日巴，抱歉今天音乐不成熟，时间不够，我没有办法教你密勒日巴正道的，等下一次吧，以后还有机会啊！我又编了两首正道歌，以后再教各位。密勒日巴是正悟的上师，接下来他的弟子呢有一个叫冈波巴大师，各位可以上网查《三昧经》，我也讲过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在第三章 Chapter Three 就讲什么是善知识。你不学佛法，你没办法判断善知识。一般人怎么知道善知识？哎呦，这个师父对我好好哦。是会变的，你的心会变，他也会变。当然师父也是很慈悲的，大部分的法师都很慈悲，都会呢鼓励信徒好好来学习佛法。可是你也有习气，有一天师父讲你一句不高兴了，我以后就不来了，不来也好，省得麻烦。你这么闹情绪，那你就不要来吧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常常都是顺着自己的心的，你的心是会变的，答案是你要用佛法来控制你的心。所以伟大的冈波巴大师，请看，这是我在加德满都买的红铜雕的冈波巴大师。其实我跟冈波巴大师很有缘，我也发愿呢弘扬马尔巴、密勒日巴、冈波巴大师的教法，慢慢来。伟大的冈波巴大师他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，各位要听吗？好，没关系哈，让我喝口水。冈波巴大师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医生，非常好的医生，心非常的好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出家呢？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太太，这太太呢漂亮的像杜母一般，非常的爱他。冈波巴大师本身是虔诚的三宝弟子，是西藏人，然后呢他也学习佛法。可是有一天很不幸的是，他最漂亮的太太得了癌症。他得了癌症以后，他请西藏的上师为他修法，广天马吉，也做烟供，也做火供，所有的功德他做了。可是他太太的病不但没有好，一天一天一天的日渐憔悴而衰弱。最后冈波巴大师非常的难过，他觉得呢，我是一面名医啊，我遍学所有的医术，我可以救很多人，可是没想到却救不了我最心爱的太太。他就去看他的太太，说太太啊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请了上师本尊护法加持，可是你的病呢却是业力的病，我却没办法帮助你。请问在你走离开这个世间之前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呢？他的太太非常的爱他，有，我一个愿望，我就是最放不下你，因为你太帅了，你太庄严了，你的心又这么好，我想我断气以后，你一定呢是呢娶第二个老婆的。这时候冈波巴真的很难
过，他说不，我爱我的上师，我也爱我的这个佛法僧三宝，我这个世界是最爱你。若不相信的话，你离开这个人间以后，我立刻发愿出家，我永远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。就他太太了，就说我的心愿已经圆满，我就等你这一句，他就断气了。所以高木瓜大师就后来出家了。人都是要遇到打击跟考验了以后，你才会升起真正的菩提心跟出离心，对不对？所以高木瓜大师是很有善根的，好，他是虔诚的佛弟子。后来他出了家以后，他知道病药可以医众生的病，但是只有佛法才可以改众生的业。后来他就参访了很多伟大的上师，最后拜弥勒日巴圣不作祖师朱一丁，一个比丘拜在家居士做老师，没有不可以的。在西藏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证悟了就可以做你的上师。跟我们大乘不一样，所以各位，你很多人根本搞不懂金刚乘。你们的金刚乘就是灌财神、藏巴拉，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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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连基本的佛法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在西藏的这个例子里面，在家居士可以成为伟大的上师，是因为他证悟就成为你的老师。后来高木瓜大师更了不起，写了伟大的论点，然后常创立了四大八小，最有名的第一个叫做高玛嘎举，就是第一宋第一世大宝法王吕玉松前吧，他就是高木瓜大师的弟子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在他的这个经论里第三章里说，善知识有四种，第一个普通众生之类，第二个登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做你的善知识，第三个千法亿化身的化身佛，第四类是报身佛，是你的善知识。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第二第三跟第四你根本看不到，你根本看不到观世音菩萨。所以观音菩萨大悲愿心，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他会现人间的化身。所以你不要怀疑高妈妈的确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你不是要拜观世音菩萨吗？这个世界上就有观世音菩萨亲自的化身啊，为什么你不发愿去见他呢？当然要见高妈妈是要有很大很大的考验啊，他也是我的老师，我也见过他八次啊。在金刚乘里面说，见一次高妈妈七世永不堕三恶道，我见了他八次，七八五十六啊，对啊，五十七世呢还要帮自己修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善知识要有好多种条件，注意听。当然你要遇到好的善知识很难，伟大的高妈妈也说，这个世界上你要完全找到没有过失的善知识是很难的，你应该看到善知识的功德。因此在他论点里面，他引了《菩萨地经》《庄严经论》还有《入菩萨行论》，有八个、四个跟两个条件。时间的关系我讲快一点，请看。最好的话你能够遇到有这个八个条件的善知识，那很难的。第一，多闻大乘经论；第二，持守菩萨戒律；第三，具足修持与证悟；第四，具有悲心广度众生；第五，他没有恐惧心；第六个，要忍让还要谦和；第七，心要离开吊诡跟负面的念头；第八，他要口才很好，善于演说佛法。你要去哪里找啊？很难。可是这个世界上，全世界有很多伟大的上师都一直在努力，有些上师像我的老师，他就具有这八个条件功德。所以你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，当然他是你的福报。那遇不到呢，那你要忏悔，要精进修持，慢慢的你亲近善知识，你就会遇到。接下来再看庄严经论，说八条里面呢没有，那减一半吧，四条吧。第一个要广学多闻，第二个离开各种疑惑，第三能持各种世诸世间的善法，第四个他可以用世俗地跟圣义地为你演说真如，真是指真实，真实实相
离体，如是指法性本体如如不动。他要为你讲说究竟世俗地跟圣地地的真理，这样子他也具有菩萨的功德的相貌，他就称为圆满的法师。所以这一点不容易，你也继续要努力。接下来四条再没有，好吧？那再减低，新加坡最喜欢 discount， 那就再剩下两条吧。起码它要有两条：一，真的善知识通达大乘一切的经论，叫通达经论；第二个，光会说，我估计一定考；说了当中，他还要做。持菩萨的圣律，也就是他身口意啊，是按照佛经去实践的，修持与证悟。假如你遇到教也很好，证也很好，那纵使你遇到你的生命会中断，你也应该亲近他。然后虽然你碰到了那这样的善知识，就算众生在考验他的时候呢，他命呢会遇到了灾难，他也不会舍菩萨戒的。所以把最后菩萨戒请画起来，不管大乘跟金刚乘，真正的善知识不会叫你去做违反五戒十善的恶业的。菩萨呢度众生，他怎么会叫你去造恶业去堕落呢？绝对不会，真正的善知识。那至于说我们常常佛门被他批评骗财色名食睡杀盗淫妄酒的，那根本就不是嘛，乱七八糟的很多啊，挂羊头卖狗肉的，那他会有他的果报啊。所以虽然佛道寿命中断了，你也不舍杀戒。好，我现在想到了阿弥陀尊者，今天我们唱的点灯祈愿，我讲他故事给你听啊。阿弥陀尊者在西藏乾弘时期的时候，莲花生大师弘扬教导，西藏也不幸的像中国一样出现了朗达玛灭佛，有100年西岸所有的佛像经典出家人全部都摧毁，西藏曾经有100年的黑暗时期。这时候西藏的千里迢迢，由国王派遣佛弟子到印度那烂陀寺请阿毗峡尊者到西藏去弘法。他说：“尊贵的阿毗峡尊者，请你到西藏来弘法吧，对不对？”可是呢，是当时他是那烂陀寺的住持，他下面有3000位到5000位的出家众，都跟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不要去，因为西藏呢是很落后，那边他都有广播，就是咒术，就像我们现在东南亚的降雨。然后呢，你去的话很危险，所以弟子们跪着求他说：‘师父，你不要去，你还是在留在印度利益我们。’”这时候阿弥陀尊者他受了菩萨戒，他就想我该去还是不该去呢？他的主本尊是度母观世音菩萨，他就很虔诚地修度母法，每天念度母的咒，修仪轨，求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告诉我，我该不该去西藏。结果他经过了3天7天，那一直修，修到了1个月以后，度母亲自现身了。然后呢，度母放光照着他，阿弥陀尊者就问啊，说：“请问度母，我应该要不要去西藏啊？”度母说：“你要问我，应该问你自己呀。”他说：“你是我的本尊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此去，你会有很多灾难，因为你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别人会嫉妒你，别人会用咒术害你，所以你的寿命会减短10年。但是你若去西藏，你会把正法带到西藏，为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你自己决定吧。”然后度母就消失了，观世音菩萨就消失。这时候阿弥陀尊者就想啊，那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就是应该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，早死跟晚死我不会死的嘛。虽然我寿命减短了10年，可是我可以把正法弘扬众生，那我应该去西藏。阿弥陀尊者就进入了西藏，为西藏开始建立寺庙，传播经典，讲的菩提道灯难处事，就是所谓黄教的前身噶当法。菩提道灯难处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，这个我也上过。所以真正的善知识，看经文，虽逢命难缘，不舍菩萨戒。菩萨戒伟大的地方是，当自己跟所有的众生生命冲突的时候，你可以舍弃自己，为佛法、为众生而能够勇往直前，
这才是菩萨戒饶益众生戒的功德。菩萨戒不是说哦，我受了菩萨戒，我拼满意我要排第一排，你抢第一排有什么用呢？第一排和最后一排不是都可以看到佛吗？是问题你的心是不是真正能够为于利益众生而放下自己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假如你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，你应该虚心的在他座下学习。接下来我多说几句，不要看善知识的过失，要看他的功德。因为英文里面我常说 Nobody is perfect， 你自己也不圆满，所以你不要太挑剔。有些人刚开始亲近师父，哎呀好庄严呐、啊！后来看，哎，师父也不穿袜子，臭臭的，师父的房间也乱乱的，哎呀，这师父啊常常发脾气，然后你的心就动摇了。所以西藏也有一个笑话说，亲近善知识啊，不要靠太近，也不要靠太远。靠太近像火一样会被烧死，靠太远呢你会冻死。所以你跟善知识之间还是要保持恭敬心，所以在家出家还是有一个距离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第六个，定中见佛。 The subject of seeing all the Buddha through the meditation。 好，在如来数量品里面，定中见到多宝佛。好，请专心听啊。好，因为今天时间很宝贵，我还要说很多话。那这个定中见佛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见到的佛是真的还假的呢？哎呀，其实这个主题啊，我就可以讲三天到五天了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你看这张幻灯片，这个人念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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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定中他见到了佛，答案是因为他的心是清净的缘故，清净心才能见佛。很多莲友曾经来跟我见客说，师父我听到观世音菩萨跟我说话，大部分都是妄念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你的心是不清净的。佛只有在清净心的时候，你的心清净的时候，它才会显现，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。当然它有条件的，请看下面，见佛有好几种，今天我讲五种因缘，你要抄的话检查。第一个，梦中会见佛。第二个，定中你会见佛。第三，临命中的时候会见佛。第四，花开见佛。第五个，因缘成熟，也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忏除业障的时候，你会见到化身佛、报身佛或佛的净土。我慢慢讲啊，你抄重点。第一个，有人睡梦中会见到佛菩萨，这个佛可能是你过去世的记忆。举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哈，比如我现在来看到这个慈光福利协会，它布置非常庄严的这个桑杰内拉，就是药师佛的坛城，我看得非常欢喜。结果我讲完经，明天离开，哎，我就做梦了，梦到药师佛像。请问从哪里来的？你心所看到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你的眼睛像 V 八一样看到了很多东西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东西都录在你的脑筋里。所以当你在睡梦之中，我们科学讲叫自主神经放松，交感神经呢这个放松，你自然就会呢不按牌理出牌的自然看见佛像，那是的，梦中见佛。那见佛的形象或形的雕像也是很好，有时候你见到佛的形象，他就是笑笑的，也没有讲话。有时候你看到佛的形象，他会为你说法，也很好。这是第一种，梦中见佛，就是睡梦间。第二个，定中见佛，就是你在禅定或在修持的时候，比如你现在念大悲神咒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很专注的念，在念的清净当中，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了，答案是真的，不是幻境。因为你在透过佛力、法力跟自力，在座新加坡莲友也有几位来见过我，他真正见过观世音菩萨，而且他还告诉我，师父你讲的是真的，观世音菩萨像彩虹透明一般。我说当然真的，这是佛教的嘛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佛教的。第三，临命中的时候，假如你发愿要去见弥勒菩萨，你现在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间了，比如举个例子，你现在越来越老了，很不幸呢突然生了病，
你知道，你们就告诉亲人，我可能来日不多了，我快要走了。请问老菩萨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反问你，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来日不多了？你们没有想过吗？有没有人告诉你们？你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天快不行了，可能今天是我最后一天要离开人间。你怎么知道？答案是因为你有佛性。你当然知道你自己的业快要尽了吗？当然，有些要走的时候呢，会回光返照。那有些人他平常拜观世音菩萨，临命终前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了，这叫临终见佛。那这个是真的，这不是幻境。第四个，极乐净土花开见佛，莲花化身。阿弥陀佛有48大愿，临终皆与众生。待会给你看图片，这个也是真的。第五个就是你在拜忏或闭关或精进修持的时候，亲自见到光中化佛，或是佛的净土，这个也是真的。所以见佛，你要判断它真跟假，答案它要有3种力量。我讲过 ，the power of the Buddha,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or concentration, the power of yourself。请背起来，佛力、法力跟自力。这3种力量就像电波一样，举个例子，像我现在这边有灯，假如插头突然断掉了，哎，灯泡就不会亮了。你看我们声音当中有很多电波，你们开收音机 FM、FM 或 AM， 为什么你调到频率要调对的时候它就有声音呢？因为它电波相通的。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，你很虔诚的拜观世音菩萨，念大悲神咒，对不对？祈求佛力加持，观世音菩萨过去也是佛。第二，你的心是在禅坐或念咒或是念佛，是法的力量。第三，你非常的虔诚精进很专注，这3个力量加起来，你就会见到观世音菩萨。所以见佛是要有条件的，就像我常比喻，你见新加坡的总理也是要 make an appointment， 不是说呢你到他门口，嘿，李光耀总理，你赶快出来，我想见你呀，没有那么容易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如果你没有见到佛，不可以毁谤。我听说有些人有听到我的佛法，讲了以后就求观音菩萨，就1个月2个月呢，没见到观音菩萨，还破口大骂，骂观世音菩萨，不可以。你要忏悔。你怎么可以骂观世音菩萨？观菩萨很忙的。你还没有见佛，是因为你心中的污垢还没有擦干净，继续用功。有些人可能3个月，有可能半年，也有可能1年，有可能要10年，啊，才见到佛菩萨。很惭愧的跟各位说，我这辈子见过地藏王菩萨。我在出家之前，我拜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。哎，我每天当兵的时候呢，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跑步人家打1234，1234，我打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然后人家站岗的时候呢，我拿着念珠，我的心很清凉，对不对？我在当兵的时候呢，哎，休息的时候一天还念一部《金刚经》跟《地藏经》啊。我求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让我出家，啊，两个菩萨我都拜，可是很惭愧的说，很惭愧，很惭愧。师父不是要炫耀，只是跟你分享，我的的确确见过地藏王菩萨，让我看到我过去无量劫，所以我相信因果，不然我也是很难度的。哎，像师父这么聪明，这么会瞎变，你要度我是很难的。地藏菩萨呢就现身让我看到我过去是啊，哎呀，真是阿弥陀佛，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啊，所以我们轮回受苦啊。可是很惭愧的说，我没有见过观世音今天晚上要求一下观世音菩萨，对对，我欠很多年，有很多年我都求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观音菩萨大概很忙，没关系，我将来会在西方极乐世界见到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，我没有见过阿弥陀佛，我没有见过观世音菩萨，可是我对西方三圣的力量信心是坚固不动的。为什么呢？我曾经很认真的念过300万遍阿弥陀佛，跟3000部无量寿经啊。我还念过5000部普贤行愿品。师父不是要炫耀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你要精进，你要精进，你才会知道佛法它真的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不然呢，哎，等今天讲经完了，没关系，过了1个礼拜大概又去看三世因果了，再过1个礼拜又去看神通的了，
那就是你不相信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公开鼓励过，你若生命有很多疑惑，求观音菩萨，求地藏王菩萨，在梦中观音菩萨会让你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的心结就会打开，而且这个不会着魔。佛力、法力跟自力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请看罗汉灯片。所以定中见佛的时候，心中你要虔诚的观想。你看中间这是毗卢遮那佛向右旋转，光中化火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定中有一尊佛，也会变五尊，变无量无边的诸佛。所以西藏里面为什么常常教你观想？你必须练习，因为我们华人汉地的莲友呢，很少观想，就像你想爸爸妈妈一样，你要去练习。心中在定中，佛力、法力、自力，光中化佛，见十方佛就会像这样一圈一圈一圈的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无量无边。好，接下来看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若你念到呢，你就可以看到二佛运作，甚至呢定中或梦中，你会看到多宝佛塔亲自现前的。假如你见过一次的话，就恭喜你，将来你会出六道轮回，你会有修持很好的结果，所以各位要谨记。好，接下来再看释迦牟尼佛，南传佛教，他叫释圣地。佛陀示现的是这样子的形状，就是古印度，对不对？印度人为佛圣弟子讲四圣地十二因缘。到了你看泰国曼谷，在曼谷的国家公园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 Walking Buddha， 非常非常的庄严。南传人供养的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披着南传的袈裟，就是头上呢还有肉髻。接下来凸出来这个其实是泰国的文化，在印度里面佛没有这一个，知道吗？他是到泰国的时候把庄严像帝王一样很尊贵，所以他头上有一个像宝冠一般。事实上佛呢他只有肉髻。接下来你看南传佛教也会请南传的 Theravada Monk 为你诵经祈福，所以南传佛教也是佛的正法。好，到了大乘印度菩提伽耶，一二世纪的时候，阿育王建造了带着宝冠非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。到了中国千华台上卢舍摩佛，杭州净慈寺的南屏晚钟，一看到中国人造的造像就跟南传完全不一样，这是大乘坐在大宝莲花的青叶莲花台的卢舍那佛。所以中国人有大乘佛法的善根福德因缘。接下来你看到了中国云冈石窟，中国的佛像都是圆圆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中国人呢是认为呢圆满之相是佛，很庄严的。可是西藏跟呢南传的佛像都是瘦瘦的，所以佛像也会随着不同的文化而有不同的变化。接下来再看韩国石窟庵，以中国唐朝而建的叫释迦牟尼佛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待会你再看到台湾中台禅寺，就是依前面这一尊佛像 according to copyright， 所以它重新再雕像。传说在石窟庵，我没有去过韩国，但我看过 DVD 跟书，它建筑的地方朝着冬至，风水非常好。当冬至太阳光第一光呢升起的时候，太阳一照的时候就照到佛的脸，整个大殿呢都是光，所有人念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所以你就知道大乘佛法在东南亚是利益广大的众生的。接下来看台湾中台禅寺的释迦牟尼佛，我调查一下去过台湾中台禅寺的请举手。对，你就看到他大殿是非常非常庄严的，万德庄严的佛陀背后有光中化火。接下来再看这个是高雄紫竹林精舍按照法华经佛法僧三宝所雕像的。当内心升起恐惧的时候，你意念佛陀的功德或念佛的名号，你内心的恐惧就会消失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大乘北传佛教的造型。接下来看藏传佛教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在西藏的壁画有
第四天跟大梵天王拿白色的法轮跟金色的法轮请佛陀讲经说法，所以金刚乘也是佛的正法。接下来到了灵鹫山，你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恒真净土，释迦牟尼佛还在这里。所以各位，你去过去看不到，但是你应该意念佛陀啊，我的障碍我看不到你，但是请你放光加持我。你可以在那里禅修、诵经、点灯、发愿一下，对不对？佛陀灵山说法台，智者大师就亲自定中回到这里，见到释迦牟尼佛跟法华会上，这就是变现净土。所谓二佛并坐，所以在大乘里面讲两尊佛坐在一起，最特别的就是妙法莲华经。接下来再看台湾福严佛学院的华严三圣，由杨英峰居士一生所雕的，按照敦煌的造型，中间释迦牟尼佛，右边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左边大恨普贤王菩萨，所以这是按照华严经。所以在寺庙里你看别人的雕像，你就知道这个道场他修的经文跟他修的道风风格是什么，这是以华严经为主。接下来到了东密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报身佛，到日本跟韩国，尤其是日本东密里面都是念大日如来，其实大日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有大日如来的咒语。接下来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西方三圣，对不对？现在年轻人喜欢讲 dancing position， 看到了吗？现在菩萨是很庄严的啊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硬邦邦的啊，这个很庄严。接下来真正按照光无量寿佛经，所以你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，你可以见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的佛菩萨。接下来你也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呀，你们不是常常唱赞吗？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然后呢相好光明无等伦，对不对？甘露澄清四大海，白毫婉转五须弥，光中化佛无数亿呀。可是各位都是唱唱而已呀，从来都不想啊，你从来也没有看过佛怎么样光中化佛无数亿啊。所以佛法它具有保留大乘啊，是有广大的文化资源、艺术、建筑、音乐以及美术的。接下来啊，你看阿弥陀佛金色的身广度一切众生啊，所以香光普摄一切众生，你可以供一尊阿弥陀佛，也可以供西方三圣。这就是我 one of my favorite， 我观赏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张。为什么？它很简单，这张我已经供了25年的，然后金色身，你看图片的宝盖，然后呢很简单，光中化佛，对不对？放光说法，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以你观想的佛来接引你，所以佛像本身是空性的，所以建议你观想的时候不要一直换，因为临命终的时候佛放光会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的记忆，你不会说等临终的时候还问哎，阿弥陀佛你是今天还是变脸啊，你是真的还假的，不会，你不会这样怀疑的。你要继续观想，不管是雕像你都可以自己选一张跟你有缘的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西方三圣临终接引，接引你的时候已经是三尊佛菩萨同时来接引你，这是善导大师画的临终25位菩萨来接引你。好，这个就是莲花化身阿毗伐致八地动地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临终的时候莲花化身的时候也会见佛的，这些都是佛说的。好，到了藏传佛教也有拜西方极乐净土，中间阿弥陀佛特别注意是红色的，阿弥陀佛的右手边，就是我们看到左手边白色的是观世音菩萨，阿弥陀佛的左手边，就是我们图片看到的右手边蓝色的是大势至菩萨，它叫金刚手菩萨。好，若老菩萨累的话呢，请喝一点水啊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去上个厕所再回来，是不介意，不要讲话。接下来看药师佛，刚才介完阿弥陀佛，介绍药师佛。你看药师七佛东方药师净土也是很殊胜啊，
你愿意求生药师七佛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你见到了佛，你就不会退转了，药师佛也会亲自为你说佛法。你看药师佛有药师海会跟十二药叉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再看，很熟吧，护国金塔寺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庄严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净佛国土有无量无边，从释迦牟尼佛我开始给你放，从南传北传到大乘，从释迦牟尼佛到阿弥陀佛到药师佛，待会还会给你看弥勒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净土，老菩萨任何一个人断气的时候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要去求生净土。接下来看他日本的国宝，有一千多年从青铜流金的药师七佛跟日光跟月光遍照菩萨，非常的庄严啊。接下来藏传佛教也有药师三尊，藏传佛教里面呢，药师佛是蓝色的，因为药医药，药师佛用医药救度众生，当你病好的时候，你心情会非常愉快，所以你的颜色观想像天空一样是蓝色的。西藏也有药师七佛，喇嘛们当然也念药师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多学一些佛法，你的想法都不一样。接下来介绍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东帅内院天道里面，你可以看到十地交脚弥勒。接下来又看到了吗？佛牙寺红华三会，所以我非常赞叹新加坡的人很有福报。可是你应该多学习佛法，各位已经修福修慧，你应该勇猛精进，希望新加坡将来至少出一位肉身菩萨，会震动全世界的。我相信英国 BBC 电台都会来访问的。Unbelievable Beyond the Silence，新加坡会出一位肉身菩萨，会震动全世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，这是唐朝造型实地法云地的弥勒菩萨。所以佛牙寺在建设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跟眼光的，要赞叹。接下来再看高雄紫竹林精舍现代版的弥勒菩萨，你看看弥勒菩萨有彩带后面呢，然后还有一些光啊。这是现代的，现在度众生呢不容易。现在来看，当来下身弥勒尊佛是大乘跟金刚乘完全一起结合的雕像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它头顶上有供舍利塔，这是新加坡海印古寺的弥勒菩萨。接下来藏传佛教除了极乐世界之外还有八大菩萨，所以临命终的时候，你不但是念药师经有八大菩萨来接引你，极乐净土也会有八大菩萨来接引你，中间的阿弥陀佛叫报身佛。请看下面，下面最小的地方一个有灵魂，有没有个出家人神士坐着彩虹，然后门口有一个阿弥陀佛，这是化身佛来接引你。八大菩萨我昨天已经介绍过，八大菩萨都是无我的，他们呢有神通，他会看你的愿望，你要去极乐净土他就送你极乐净土，你要去药师净土就送你药师净土，你想升上升东帅内院他就会建议送你去弥勒菩萨。佛菩萨是不会抢信徒的。接下来再看观世音菩萨，大悲观世音菩萨在东密造型里是六臂无异的观音，六臂代表度六道众生。再看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，请看后面是敦煌造型的，有长脖子的千手观音，前面就是十六支的准提菩萨，你们司马光观音庙供的就是叫做准提菩萨。当然准提菩萨雕像有十六只手也有十八只都可以，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千百应化，一般来说是十六只，这是铜鎏金的准提菩萨。接下来看圣十一面观音，这是我观想的，念大悲咒就观想这张，这是东密跟大乘的结合造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所以你得观想，观想的力量会更大。接下来到藏传佛教四臂观音 Om Mani Padme Hum， 有人也有曾经问我师父他为什么是四个手指呢，四个手 Om Mani Padme Hum，
有莲友曾经问我，师父是不是代表马票的四个号码呀？不是，代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哎呀，新加坡啊，想钱真的想疯了，什么东西跟马票有关系啊？后来就跟 casino 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代表万咒之王，六字大明咒，代表诸。